就上次的那次，皮肤痒，我看到肺里下来，肺里下来，下来一个斑，一下子释放了好多小飞碟啊，然后他们去切割那些转基因植物啊，切个转基因植物，然后另外的飞碟切个转基因植物的根呢，然后。 还有在飞机上释放下来，像马蜂、苍蝇、蚂蚁一样的东西啊，那是智能生物啊，啃那些啃切割下来的转基因植物，把它分解掉啊，把它分解掉啊。 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还在进行当中，这个事情还在进行当中，告诉我们，这个事情还在进行当中，还在进行当中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